苏黎世保险香港学界三乘三篮球挑战赛男子组嘅赛事去到嚟决赛嘅阶段啦。有深色波衫嘅英华书院对阵白色波衫嘅拔萃男书院。赛前咧就英华阵中有个坏消息嘅，因为佢哋嘅队中啊范浩洋就受伤啊，得三个人应战啫。不过咧好快入局噶，特别系呢个24号球员吴伟俊啊，喺早段已经喺三分线度发炮噶啦。咁再有一个急停嘅中距离，咁另一边厢咧，南伐都靠佢哋嘅七号中锋阿旺咧喺个篮底度攞到唔少拳头喎，中距离都有噶阿旺。不过英华学院咧凭住一啲好积极嘅防守啦，偷波之余咧再喺三分线发炮吴伟俊。去到比赛仲有三分钟左紧咧，其实英华学院已经系拉开到三分嘅差距噶啦。咁呢个打板咧，亦都系一路扩大紧个领先优势啦。又系佢啊，吴伟俊外线三分波。哇！咁长波真系射亲都有咁滞啊！去到尾段，哇！以为赢紧噶啦，四分嘅差距，博到个罚球。N1 之余咧，攞到进攻篮板，但系好快已经射入翻个一分啦。最终啊，中学组嘅男子决赛，白石南书院咧系以15-16落败啊，英华书院夺冠。